下面有大家看，这是一把琵琶，西江月。中国文学就喜欢写两个记忆，一个就是雨后放晴。那前面我们也看过杭州时期啊，这个江城子“凤凰三煞雨初晴”，那诗人不少。那另外的景呢，都不爱写的就是月夜，那些秋月。当然有原因的，为什么雨后放晴？是傍晚就下过雨放晴。所以或者平常做官、有公干的时候，刚好就是休息时间。有的可能大白天的时候出去写什么东西，那月夜更不用说了，人都睡不着，那夜深人静，这是最好写作的一个时间。所以中国文学里面比较多啊，那种月夜的文学也并不是没有原因。对中国来说，不是景色的背景，而慢慢的赋予它另外一种意义。有看到了明月高照，孤独的人那种孤独的月光，油然产生了很多的情绪。也有月亮的永恒性来衍生出某些象征的生命的意义。那这首词啊，我们说在东方文学里面也是相对值得注意的。西江月，如果读词牌，东方当然我们讲过，东方就是用词牌，也是跟它的内容去关联。今天的西江月嘛，刚好汉皇帝的长相片。今天什么款什么龙上的，是黄州的中秋之夜，因为明月高照。那108首，你看这首吧，《西江月》。这个词大概写在元丰，有些会在元丰三年，有些会在元丰，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刚好黄州的前一两年的时候所写的中秋月夜的作品。那我们会对照的，对中国来说啊，那么多年来，真的让他合家团聚跟电影在一起的，就只有啊，那就徐州的晚上。那刚好呢。其实晚上也不是那么完美的，那词跟词也不长哈。第二天就有动身离去。就中国印象来说，那个中秋就产生很多遗憾。那今年，也许全家都在身边，弟弟也在远方。当然这首中国多了更多的生死之感，那很不好过。所以我们看到这首中国写的《黄州中秋》，当然就对照之前的抗战整个心情的一个转折变化。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心凉，夜来风夜已琳琅，看取眉头地上，只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远方，中秋谁与共孤光，八丈凄然北望。凄然北望，我们说词的境界就看最后的收篇，那是伤心难过，但是这些表面的背后的精神在支撑着他，就算难过、哀伤，但还保持了某种不卑不亢的精神。这是中国在黄州的处境，现实中那么艰困，但还是要我们撑下去，如何去支持，尽量去保持自己的良好，那是很重要的。这里啊，一首词一开篇，中国当然很自就有凄凉无奈的形式。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醒。前面东坡，我们说了，从写《咏月》开始，东坡已经意识到了“古今如梦，何成梦”。但那个时候，东坡还是不至于太坏，也许是被调到去很远的地方去做官，远离京畿，跟弟弟不在一起。但是人生如梦的感觉，就没有很真实的一种变化。但进入公台需要才才了解到，原来一切都是难以掌握，如梦幻的操作一样，这种变化是快速，人生那种难以掌握的感觉更深。所以这里面呢，到比起啊几年前的写啊《古今如梦何成梦》有更深的体会，因为进入死亡的阴影之后所了解出来，一切都有所了悟。原来要做这样，人生真的被摆布。如一场梦一样，这是一场大梦。也许隐约的是要直接跟他说人生如梦，就在词里面能写出人生如梦的并不太多，就会有真实的生命的一个体会。最先有这种感觉的就是李后主，往事已成空，还一梦中。
真的是无可奈何的，纵然之间天上人间有那么大的差距，原来梦中梦的那么美好，一醒来原来是面对这样的一种现实，离我们虚幻，那对比落差太大，跌宕太深，所以呢，难免有这样的一种感叹。而这个事情开辟的并不是很好的一种感觉，这样这个是他劫后啊，劫难之后的怅然无奈，感到无从把握的一种生命的悲感，事实就是一场大那种梦原来有那么样的一种事实是需要论证得到的一个经验，真是很难看。好了，这个也罢了。那不然不只是暗伤往事，感到人生如梦，对未来呢，你感到很忧虑，不是吗？人生几度幸福呀？今天是中秋夜，有黄昼的烛光，进来凉夜，清清爽爽。但人生能过几多这样的中秋节？现在还好啊，站在那边，明天你又一拉一打我，已经还有一种憧憬，真的，一天可以会说和家团聚，跟弟弟啊，能够夜雨对床，过着那么美好的春节生活，也有幸福感。但现在都难以说准啊，人生有多少过的未来的，而且未来又如何？这是直接面对了时序变化的，在经济之余之后的一种体会。人生就不少的都是有谁能够度过那么好的两年呢？好，现实打击了，您看，加入在东坡啊，感觉呢离不追求广于梦，梦后呢喜鹊无反，也不知终了的贬着生活啊，更加深了突然虚度岁月的那种忧惧，不知道怎么办，就这样白白过去的。好，这个时候对季节的变化呢尤其敏感，夜来风夜已明朗。这次你写出一种呢，和起码前面的弟弟不见还可以啊，欢迎大大大哥，还说跟朋友欢乐一下，还飘飘欲仙的感觉，这是完全没有。他感觉到说，夜来枫叶已明朗，风吹落叶在走廊上不断的响动，就好像生命的丧钟一样，催促人老的一个事实，你难以排解的，你时间的忧郁。本来东坡对时间的特别敏感，这个时候更加当惊害怕，不晓得怎么掌握，而且实在完全没着落的。你可以说，你们眼前的风飘落叶一样，生命总是在那凋零，完全无法扎根一株的感觉。啊，这个是时序的一种感觉的。当然，这是秋天的一个告示嘛，夜来秋枫叶已。但是想想自己的有到什么岁月，因为年轻一点你不担心的，偏偏那时候你看看，看去眉头鬓上，外面是一年也将近了秋天到来的时候，反正这个秋声呢触动人的这种情怀，感到呢年华摇落如同眼前的秋叶一般，看去眉头，看看我的头发有白了多少，掉落前面那句啊是季节的秋天，后面的是人生渐秋的阶段。人生已到，以前东坡已经到四十多岁，人生过了一大个把。我们就不能用百岁来论了。我现在是觉得人生七十五来，过了七十年了、那个时候，而且经历过那样的挫败之后，身体也受伤了，心里更感伤，更感到岁月难以掌握。而且你呢，美好的岁月当然对他来说也不多，不想能够支撑下去。就这几些画面的这些对春天是非常的凄凉，他无奈孤独无依，夜来枫叶啊，下面嫉妒的安慰自己的，但偏偏也有一些不那么如意啊。下面说了，既然中秋节你不能虚度了，怎么过呢？久见长愁客上，月里多悲鸣。我们说了，人生的态度会成了语句里面呈现出来的。之前东坡写东西很直接、很明白、很勇敢、很正面，但是当一个人呢，充满了很多的否定句、疑问句的话，那开始就对生命很多的动摇。这些里面很多这样的表达，一切都不那么美好，难以掌握。你的认知让你充满反应，就是那种精神来的。说了啊，酒贱，酒不好也便宜，的确，人王州他也没钱了。东坡实际上真的很拮据，他跟秦少游同时间谈过，他算一算他以前累积下来的钱财只能支撑100多天，不怎么办？
再来后人想说一声，传到那个自然指，那个学校传的自然指法有一定一点好，可是跟两个结局，我讲的东坡呢，真的让你每天都有紧紧的看住自己的荷包，他把自己的钱财的挂在衣领上，有三十个这个小竹子把它储在那边，每天只能拿一个下来，剩余的放在下面的一个小货碗里面，这是他可以宴客的一个可动用的一种管理用具。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当然掌管钱财照顾的太太，他不能把竹筏这种假装住，这样能够生活。所以这个地方的物价便宜，对他来说当然有好处了，起码还没有那么样的像他打故事的那个压迫感。好，但酒界其实呢，不愁没有待客之机，朋友还是可以喝酒，起码还是请得起。那今天也是凉夜啊，月明不是很好吗？明月高照，有酒然后呢也酬宾，一切都是还好的。但是偏偏呢，不出人意愿，酒界里呢长愁客少。这里面在一家人啊，不同的朋友，一直请，其实的确你现在比别人更遥远。你想邀请朋友来你六几个人的身边，到处都是一些呢贫穷人家、宗教的邻居，能够跟你谈起的那几个人，谁有能够闲工夫来看，而且太遥远。更重要的原因是，东坡也不希望他们来，也怕他们呢受到一些波及。长愁客少，你想想，本来的爱热闹、喜欢朋友的，偏偏在那边这个工作业，只能在见了自己孤独的活，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长愁客少，而月明呢？啊，这里的月光，他现在是被贬到黄州、湖北，这以前呢捕鱼梦者的地方，多云崇山峻岭。因此啊，当晚上月光出来，跟你齐聚啊，在汴京、杭州或者密州、徐州看那个秋月都不一样。那地方很多的云雾，所以当月亮出来的时候，并不整个晚上都看得那么通明。有时候比云遮蔽，有可能一小半，有时候完全都看不到。所以说月明多倍于云，那好的明月也不是呢，你整天晚上都能够观察到，偶尔有被遮住。当然有些人说人生的意思，以前认为明月被云遮有些小人当道，受了残忍的伤害等等。当然这个是一生过去，但如果你是真人，你在湖北看到月光的一个情景，常常比云的遮蔽就有些不那么完美的。就自己看看呢，明这里面一切本来都还不错的，条件还可以符合的，但偏偏就是有些那么不如意，天不从人愿，很不和谐，真的令人不得不惆怅。好，就算是这样的，还是这个，今天还是有过吧？怎么过呢？他说：“终究谁与共舞月光？”我们看东坡写月光，对不对？却有跨书的，当然是雀跃，这是目光。这个雀，这个目，你可以说是他心灵的那个透明，人生的残缺不完美，自己孤独寂寞，也投射了月光去。以前是不管怎么样呢，啊，明月如霜，还是让明白的冷冷的感觉，还是觉得温馨的在他身上。那这是目光，那成为孤独无依的感觉，只有月光才能相配。谁跟我在一起可以看到的月光？好，没有别人吧？拿起酒杯来，巴掌气压杯，加上酒盏的酒杯，就是一旁。那你对上去都摸在是玉杯的，那个桥头一个小酒杯的，拿着酒杯来，气压杯来，心里很哀伤，但是望着北方去，拿起酒杯举着杯杯。那人说了，问这一件。都不由得让我们想起的之前的写明月之词啊，尤其中秋夜，都跟弟弟有关的，熟悉的是有歌头或者阳关曲。那这种人家说，应该什么呢？还没有那么不光的，起码兄弟是啊，心连心的，他应该也会安慰我，跟我共同明月，我并不孤独，来准备向他致敬。那这个说法并不太可能，为东坡也不会搞错方向。他弟弟不在这个北边，北边也是在东南的云州，不在这里。这个北呢，那是湖北黄冈的地方，他的往西北的地方就是汴京。我相信他拿的就可以去向谁，就是汴京。我说每一北斗望京啊，东坡就是什么不死心，还是呢
看得出呢，他们还保持我们宗主哲明的一种信任，一国家的一种尊严。在孤独凄怅之中，他依然不减了对国家的一份深情。我纵然落难了，气丧了，但是我不改我迟老夫的一种高定义，就做国家的一种忠诚之心，向着北方的遥遥的千里的精华来致敬。你看得出他一种永不屈服的一种执着跟热忱，就没有这样的地步的，多么还不敢死心。那当然也可以看出他面对逆境的始终不改他的忠厚气节的那种表现。我觉得这很重要，起码他没否定了这样的一个这种生命价值。不然所谓何来？爸爸对他的教育，妈妈对他，他也自己不是受别人的影响，他也努力去考试，认清楚他的需要，他也思考过，跟弟弟也讨论过，他真的想做一段事业。如果连这个都否定了，这个忠心都不见了，那人就真的不是很容易是吧？既然是，当然是后来带来的祸患，让他感到很难受。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有他阴阳的一面呢，作为施老夫人阴阳要报国效命的心是永不改变。作者觉得有点东坡在黄州时的心境，他那种不算自我，他那种决绝的心，那种人生的抉择。那这一首呢，那种表达一种啊不忘故国的人情怀，我觉得是很重要。起码他这个地方他从不动摇，因为人生连这个价值的定位都确立不来的话，真的只能教育一世，不知道如何去发。那这个是很重要，重要是在现实上无法去实现，在理想上他还是依旧去成就。那这个是我觉得认为他能够最后能够安然度过黄州的这个定向。定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后面我们看到有的智慧，在这个得不到的更多的资源，人生很多否定的，在更多的有正面的思考，当然经过宗教方面的一份讨论的熏陶，还有个朋友的亲戚的一个温柔，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正面的因素。好，我是比较鼓励大家先从这两首词了解刚到黄州时候的一个的春天和秋天所建构出来的那种生命情调。那往后当然就是我们看到这词的慢慢的当朋友多了，当地的太守对他也蛮礼遇之后呢，他的更温馨的内在自我就逐渐出来。